一位队员画出标准答案，其他四位队员只要一个跟 Keyman 画的一样，就得一分。所以你要去猜 Keyman 在想什么。一想到桃园，你就会想到的美食。桃园。那就大众一点就好了，大众一点，桃园一定什么都有嘛。我画的是，你脑子有问题啊？是你说普及一点的，你我白算算了啦。每周日晚间8点，饥饿游戏。